点让大地旋了无所见，飞近飞远，飞远飞远，左右之间生死边缘，虚实一旋，赤手空拳，穿针引线，看不到一点，俯仰之间，烽火连天，为信仰加冕，人真相触摸无常，不声不响，魑魅魍魉悉数登场，负隅顽抗，结局百孔千疮，我已不伤，乘风破浪，剑拔弩张，闯入界王人跌宕，是无双。1945年，南京，日本人扶植的汪伪政权，跟被军国主义控制的邪恶日本帝国一样，处在崩溃的前夜。而国民党蒋介石所属的中统、军统两大特务机关，抓紧了向南京的渗透。不仅是对抗日本侵略者，更要借机对南京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绞杀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应该在哪儿？现在日本人和汪伪特务全都在抓你，我一接到消息就通知你了，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南京？这些文件都得销毁，我得自己处理，还有人到现在没联络上，得一个个通知，否则他们都会暴露。我是你的上线，我暴露对你很危险，不该在这人是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来你怎么办？你走得掉吗？你还想掩护我走吗？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天晚上8点的船，日本人马上就会追到这儿，你必须马上走。我走了你怎么办？那是我的问题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在日本人那还有办法？抓捕我的情报泄露了，日本人不会罢休的。我要走了你就完了，而且现在我也一定不会走。这就是你想要的，我现在必须亲手把你抓起来送给日本人，在日本人那儿你必死无疑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就没打算走。我之所以留下，就是为了做一个局。做的局，瞧准。加藤長官。はい。近くの路地に死体が2体。
マンション入り口と中に4体すべて南京政治保衛情報課のものです。シェンファン課長と容疑者逮捕に向かっていたはずでした。あと政治保衛課の主任チャオユー君も行方不明です。情報を漏らしたやつがいるな。出動させますか？ああいや、待った待って。はい。本来打算处理完手上这一些跟他同归于尽，然后给你留下消息，你去查他的住所，你会发现他通共的证据。可是你来了，这个局现在得变一变。你什么意思？方大胜吧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的共产党的身份我很清楚。那你清楚你们的人在我手上吗？啊，我对你的手段非常震惊啊。少废话，让你那儿赶紧撤走，要不然一个活动都不想见着。这个可以考虑，但是首先我要确认我的人是安全的。喂，我是加藤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沈凡。你被挟持了吗？不，是乔治。夏藤长官，我在执行抓捕任务的时候，发现乔主任在共党分子方大胜的手里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你能不能说服方大胜放下枪投降呢？我尽力。好，请你告诉他。如果他不放下枪投降的话，五分钟之后，我将命令宪兵队发起强攻。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都想过，现在这样，未尝不是更好的办法。好办法，这个房子现在就是个死地，谁也出不去。不一定，组织被破坏必须尽快查清楚。你说过抓捕我的行动只有你和乔宇坤知道，我要走了泄密的不是你就是乔宇坤，而现在乔宇坤把他设定为共产党的卧底，只要我跟他永远闭嘴就能保住你。你要跟他一起死？你比我重要。别忘了，只有利用你的身份才能接触到日本人掌握的情报。乔宇坤说过，重庆方面的人已经潜伏到南京了。我怀疑国民党和日本人早就串通起来，对我们组织进行破坏了。沈发，从你走进这个房间开始，你就没有选择，只有保住你，我的死才值得。不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这就是唯一的办法，打死我和乔宇坤。日本人才不会怀疑你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像钉子一样扎下来。开枪！是你的枪打死乔宇坤的，这一切有天衣无缝了。往边上让一下，
今天我们就要说再见了，往后退。 沈放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乔宇坤是共产党在政治保卫总监部的卧底，也是给我送情报让我撤离的人。所谓劫持不过是个假象，被你发现了，乔宇坤要杀你，你不得已干掉了我和乔宇坤，之后你会在他住所里发现他通共的证据，这些就是你写的今天行动报告里的内容。继续战斗下去。 现宣布，沈放晋升为南京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总监部南京直属区代理主任，兼任情报科科长。恭喜，沈主任。希望大家可以精诚团结，继承汪主席的遗志，为国民政府效力。 这沈科长成了代理主任，怎么看着有点不大高兴呢？要说这沈放，也真够可疑的啊！一下子从这情报科长成了代理主任，原以为啊一定是那行动科的潘科长上去的，毕竟是潘科长，没少在后面走动啊，也没少给日本人好处呀。别忘了，上一任主任是怎么死的？这明着不往外说，但据说呀，私底下是私通共产党。 这政治保卫部呀，成为了面子才演出不说，这还不让人私底下议呢？情报部，我怎么听说重庆方面的人接触过他？有这个可能。这日本人要是不行了，谁还不想给自己留条活路呢？别让我们讨论了，咱们就别说这些了。沈科长，沈主任，我不管你们现在怎么想，对时局怎么看，只要一天。 是政治保卫总监部的人，就都给我尽忠职守。是，一定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个部门都要加强对重庆方面情报的侦查工作，任何一个线索都不可以放过。重庆方面潜入的人都干了什么，接触过谁，我都要知道。是。 沈先生，景上君，今天是你值班。没办法，石川病了，我替他两天。听说沈先生荣升政治保卫部的代理主任，恭喜！哎，谢谢。我这刚接到委任状，你就知道了。看来你们司令部的消息很灵通啊。
当然，你们政府的事情，我们必须随时掌握。也是，不跟你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踏实。总之，沈先生高升了，我们应该喝酒庆祝一下。没问题啊，能够和井上君喝上一顿酒，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。哎，对了，加藤处长在吗？加藤处长去司令长官的官邸开会去了。啊、哦，是呢。可是他这两天约我来这里，向他汇报我们情报科的工作。这样啊。那，要不要我打电话给你问一问？啊，那倒不必了。我在这等会儿他就好了。毕竟他在和司令长官开会，打扰他也不太好。也好，那就辛苦沈先生了。啊，别忘了请我喝酒。放心，忘不了。沈先生，您来了。我来找加藤处长。对不起，加藤处长不在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会儿。请。海里。这里不可能修理的事。沈先生有什么需要吗？没什么，我看加藤长官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，我政治保卫部还有个会要先走了。那好，我会转告加藤长官，你来过。長官には至急返答願います。分かった、私から急ぎ伝えておく。
王方春，哎，去狮子桥。好嘞。您坐。您坐完了。东西很重要，一会儿去下白下路针织书店，快走吧。沈芳知道，师傅快，这份情报是急迫的，是组织上需要的，也是方达生的临终一命。做了这一切之后，他整个人似乎舒了一口气。沈先生，加藤兄，你辛苦了。你为帝国所做出的一切，帝国是不会忘记的。哦，请吧。感谢大家商量，能够参加今晚的宴会。你们都是江浙一带的商界精英，我代表大日本帝国驻南京派遣军司令部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这日本请客，谁敢不来？我想，身上也是这样想的吧。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啊，这些年来你们的生意一直是在帝国的庇护之下才得以存在的，帝国给了你们很多帮助，帝国给了你们很好的安排，为了大东亚共荣，是到你们回报帝国的时候了。我所说的回报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尽自己的力量，拿出物资和钱粮，帮助帝国前方的战士渡过难关。这还不是跟我们要钱？这么多年天天的苛捐杂税，我们哪还有钱啊？就是啊，哪一次的征粮征税少不了我们，这都不知道被扒了多少次的皮了。别人都以为我们做生意的会怎么着，我们也是普通人，一家老小能活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哪还有钱呢？现在真没钱。如果今天晚上我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，恐怕在座的各位这一顿饭要一直吃下去了。在座的各位好好吃饭吧，你们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吧。沈先生，我们可以走了。
沈先生，我刚才是不是太严肃了？哎，哪里，加藤兄怎么做都是合理的。啊，说到了举止合理，我可比不上沈先生啊。你永远是衣着精致，不像我，只有一套军装，古板的很。啊，沈先生，你的这身西服是荣昌号定制的吧？哦，不是，九同章的一个裁缝做的。难怪啊，啊，很合适沈主任的身材。哈哈，你的手套，我可以看看吗？当然。谢谢。很不错啊。小羊皮，皮质细腻啊。沈主任，这一定是意大利产的。你太有品味了。加藤兄过奖了。如果你喜欢，回头我也可以送你一副。是吗？啊。对不起，我就喜欢你的这衣服。沈先生，我很佩服你。从40年起，我们在一起合作已经5年了。你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。我们在一起合作，破获了许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情报体系。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机智。那些看似毫无头绪的事情，经过你的手抽丝剥茧，最终总能水落石出。加藤兄实在是谬赞了。如果说我沈某真的在情报工作方面有所突破的话，那也是万万离不开您的提点和照顾。赞美的话就不要说了。能够在中国遇到你这样的精英，是我的荣幸。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获悉，在南京潜伏着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键人物，代号风铃吗？这个人到今天我们没有找到，你们政治总监部的人也没有找到，毫无头绪啊，这让我很困惑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实在是惭愧。对于这件事，我们政治保卫部的人在今后的日子实在是需要多下一些功夫。哎，不过你们的政治保卫部却对我们日本的情报处非常感兴趣。加藤兄，这句话我有点不太明白。国民党的人和我接触过，你应该知道吧。啊，不过你的担心我可以理解。日本和另一个中国政府合作对你们来说非常不利。不过国民党只是要求我们帮助他们，帮助他们摧毁南京的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系统。加藤兄能够理解就好，毕竟我们才是一体的。当然，当然。沈先生，我们合作了很久了，我们是朋友，所以
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国民党给我的情报是他们掌握的在南京的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情况，文件就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。我想共产党一定对这份情报很感兴趣。所以啊，加藤兄的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。啊，是啊，可是我就是想知道，这个想获取这份情报的人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只有我们内部的人知道他的存在，而且能够接触到他的，也只有我们内部的人。啊。加藤兄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内部的人有问题。我不能断定，所以我在保险柜上涂上了荧光粉。只要接触过他的人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今天去过我们日本情报处的人我都查过了，刚才你也看到了，有人告诉我，新主任你今天也去过我的情报处。不过我的副官告诉我，你并没有进入我的办公室。当然了，为了解除对你的怀疑，你的那副手套我还是要去验证一下。当然了，沈先生是不会有问题的。真没想到，加藤兄的主意巧妙得很。是吧？多谢夸奖。是不是你安排的啊？想着你死的人有很多，轮不到我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现在你的副官还有我的手套
都已经变成了灰烬，你什么都证明不了。能不能证明没有关系，我坚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不管你是不是那个风铃，今天你必须去死。